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谢秋。等一下我要跟我哥哥去吃贵族世家。哎，这家是在南港，然后我哥说是旗舰店，很厉害，他一直叫我来吃，所以我今天就跟他一起来吃了。哇，才在门口，就是一阵香香的味道飘过来。11点到10点，没有休息时间。在跟我开玩笑吗？叫我干贝，干贝牌，好威哦！这里有可爱的儿童餐哎。哥哥，你都来这边吃什么？看心情，看心情都可以点。所以它是点都会有沙拉棒是是，沙拉一个两个，好七分。我等一下，我刚才不是跟他说等一下再点，然后他就在那边，然后三清步这样等我，感觉不是很好。反正后来我还是赶快看一看，赶快点了一样餐，我点了一个排餐嘛，然后再单点一个干杯。我想说吃好一点，干杯看起来蛮好吃的，我们来去看一下他们的自助棒怎么样。好啦，各位，这是我目前拿的自助霸的东西齁，就是大概就是这么多，其实它还有很多样，只是我拿了一点点而已。我喜欢吃我敢吃的。哦，你说就唯独那个很差，其他都还好。虽然说这边食物真的很多样，但是服务太差，让人感受很差。它这个餐包里面是有爆浆的，需要我烤焦了，我来吃吃看。哎，我喜欢这个餐包。然后像这边啊，也可以自己烫面。还有什么冬粉啊，然后油面，还有王子面。哇，它这边还有青州小菜，超酷！我第一次看到牛排店里面有青州小菜，就是有粥啊，还有一些配菜这样，超酷。可是我不会再来，因为这边也离我们家太远，特地跑来这边吃。我刚刚看隔壁桌有那个酥饼汤，哎，看起来好好喝。还有现煎的小鱼。这边有一点我还蛮喜欢的是，如果你这些食材吃不完，剩太多，把100块捐出去。我觉得这个提倡的还不错。觉得这个酥饼他们是现烤的，然后会好了几个，然后你就可以去拿，随便你喝到饱，超爽。哇，第一次遇到酥饼龙，它可以喝到饱，这个蛮屌的。目前这些菜吃起来都蛮普通的，我哥是建议大家尖峰的时候来啦，就是因为人很多，所以那个东西很快就会被秒光，不同的菜会一直上。我哥喜欢这样，鸭血豆腐好辣，可是好好吃哦。这是目前最满意的，还有那个菜包。哦，这什么啊？我以为是那个豆腐哎。你的豆腐啊。嗯。完蛋了，我要收回我那句话了，下次不会再来。为了这些酥皮，我可能会再来。我喜欢喝酥皮浓汤，有人跟我一样，超棒。哦，他都上早上就对了，挑晚上。傻眼，这次还算好，为什么？我有一点正常。还有服务更糟的，他更糟，他今天心情比较好。我哥说他之前来那个服务态度差了，他直接把菜单丢桌上，超扯，拜托改善一下好不好？ OK， 这就是我们的主餐的部分。我点的是菲力，然后我哥点的是沙拉。我觉得我哥的那个看起来蛮像汉堡肉的，可是比我还要大块一点，我的看起来肉质比较好一点。还不错，是他这边的主菜分量不会说太多，他可能也是怕客人吃不完，所以分量比较少一点。通常大部分这种自助菜很棒的啊，他的主菜分量都会比较少。这是无忧自宜的，我的肉很嫩哎，很好切。你的感觉筋超多了，我都听到你那边叽叽叽，桌子都在摇。原来菲力跟沙拉真的有一点差。妈妈之前有跟你来吃过，真的。妈妈也喜欢这家店。刚刚我哥说大直也有一家贵族世家，你们可以去那大直那家吃。他说那边更好，地址我放片尾。他也是有酥皮浓汤喝到饱，也是有酥皮。我觉得酥皮浓汤是他的一个大卖点，随便你们。我要来吃干贝，没有干贝插下去蛮软的、啊。哇，干贝配的蘑菇酱真的是有点奇妙的味道。那个什么，主菜不能打包，就是全部的东西都不能打包。你不可以只吃自助霸，然后主菜打包都不行。目前吃的那个菲力的肉质，我觉得比我家牛排好。然后我就比较，你的筋太多了。等下吃完主菜就可以吃甜点啦，差不多了啦。虽然说它菜包真的好好吃，不太喜欢主菜的四季豆，怪怪的。
乖乖的，乖乖的。这边养乐多也随便你喝，这边还蛮多饮料的，可是我比较想要喝养乐多，比较那种解腻吧，不然感觉这边吃一吃好油腻。超冰的，主菜面有点像乌龙面，可是更软一点。超多甜点，而且我刚刚再逛了一下，他就那边连总会都有，早餐店的总会，超扯。然后还拿了一点水果，他那边有大概有五种水果啦，然后我只拿了这样子，我敢吃的木瓜跟莲雾。甜点的部分呢，我比较惊讶是他这边连抹吉都有，很厉害。其实如果你来这边啊，不要像我这样傻傻的，你点一个套餐最便宜的就好，然后吃那个自助吧就 OK 了，我觉得自助吧还算不错。刚那个不是很好的服务生帮我哥收东西，我可以感觉他平常应该很差，他有稍微收敛一下，看他说话语气就知道了，很努力勉强自己说出微笑的话，他可能在这边坐很久。但好像我哥说他被压榨，心情不开心，他居然最近上班也是心情不好，被主管一直欺负，他就叫他换工作，他不换，莫名其妙。这种闻到一股臭臭的味道，隔壁男臭豆皮，真的、喔，我哥说隔壁男臭豆皮，他们两个走很臭，我觉得我都快吃不完了。对，这边连臭豆皮都有，超扯。好，我今天影片就先到这边好了，小小推荐还算可以。贵族世家嘛，小时候好像有吃过，我自己印象中很好，还不错。但是长大后来这边是觉得比较讲究一些其他的东西吧。喜欢影片还喜欢，不喜欢还不喜欢。下期不要丢我是谢 Q， 每天5点发布影片，大家我们八八六。